台风的路上，台风警报已经在昨天晚上解除了。那么气象局呢，预计在今天晚上也要解除海警。不过呢，受到了苏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各地的天气不稳定。台东恒春半岛的雨势非常明显，可是呢，海葵台风是紧跟着在后，预计礼拜六呢会来到台湾东北方的近海，而且有机会会变成中台哦。而甚至预估呢，在礼拜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苏拉台风远离从台东滨海公园望去，海面上风平浪静。气象专家庆幸台湾闪过苏拉台风这个完美风暴，躲过一劫。但苏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，台东恒春半岛容易有短时强降雨。就以台东来说，清晨到现在不时有70毫米的时雨量产生。我们针对台东以及恒春发布豪雨特报，针对花莲、宜兰、大台北山区以及屏东山区发布大雨特报。苏拉台风的影响还没有消失，各地降雨几率高。值得关注的是接力苏拉的海葵台风，气象局预估周五晚间到周六海葵最接近台湾。各国针对海葵路径预测也是相当一致，都是朝西北前进。紧追在后的鸿雁台风则是朝日本南方。气象局预估海葵台风会在青台上线或中台下线，路径偏西北西。如果暴风圈够靠近，不排除9月1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。预估在明天下半天可能会变成中度台风，它就是越来越往比较偏西南的方向贴近。我们北部海面的比较北的地方哦，所以目前这样的路径看起来是对我们可能会有影响的。周五晚上到周六受到海葵台风外围环流影响，北台湾将会有局部较大雨势。台风一个接一个，气象局说低压带环境恐怕还要一直延续到下周，未来几天天气依然都不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